掌心左手阿提诺，打一个转换，小顺义再往回给，这个助攻还是给到了阿提诺。大逼哥翻身的跳投遇到大，来低位后撤步，哇，这个难度很高，被阿提诺盖了火锅。阿提诺来地下被 Brandon Gilbert 挡了下来，第二波最后攻击啊，要派重兵看防啊。阿提诺到篮底下吃掉了，李阳再往里面掉，这次最高39分的纪录保持人。哇，阿提诺，哇，这个距离也是很远。林振宇的切入，最后球被拨出了界外。第一节防守上面的几个问题，特坏的阿提诺住了。第五是有机会的，阿提诺差一点是一个 N1。哇，阿提诺直接把这个护垫打破了，他那个是逆水平吗？你说这个招，来看一下，没错，是他，试一下那个拳击击打下去到底数字有多少。他以前应该学过格斗，深抛这两分没有抛进，阿提诺抢下进攻篮板，又在挑战大 B， 不放弃啊，直到两分到手。上半场目前是3分，再加这一分，再给到阿提诺4秒钟，往篮底下交，特坏，第一时间直接把球给到空档的肖顺义，篮底下阿提诺进攻篮板加一得分加二，哇，阿提诺这球打得强势，自己摆进2分。他个人的第四次犯规了，昨天是21分15篮板，现在目前达到前程名，中路的突破，提前的抛投给到郭少杰，阿迪诺面对9号的防守直接传进来插板得分。他有2罚，不太必要。